姚轩，Yeah，You ready？ 当个死亡，绝对不容易，肠胃不好就可以，我不同意。当个死亡，绝对不容易。哎，哦，他的绰号，同小薇同学校，那个也讲啊，同小薇同学校，让他坐旁边，没有同学校。你知道怎么样吗？不想去学校，哎，敏感的体质，身体没打好底子，口袋一定有包卫生纸，因为除了常落晒在裤底外，哎，没几盖他落晒就是一礼拜，哎，他精通拉屎的功夫，哎，他穿着通体的功夫。 经历过很多的伤痛，就是没遇过。他精通拉扯的功夫，哎，最好的技术，终于走到这个地步。嘿。